近有没有因为性取向，或者别人歧视有过亲身的那种？这个有过。嗯，对，我有过。没有。这个没有。真的没有。完全没有。没有。没有。可是真的还蛮痛苦的。有考虑过。对我来说压力很大，好像自己不该存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就只有我一个人是同性恋。因为家庭关系。我不会像那些给我施加压力的人去出轨。有的人知道你的性取向，他会逐渐远离你。为人还比较乐观吧。为什么有人会因为自己的性取向就是会遭受这样的迫害，所以我就觉得挺压抑的。2012年3月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19届会议召开讨论会，关注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所遭受的暴力与歧视问题。潘基文秘书长在发言中表示情况堪忧。With a pattern of violence and discrimination directed at people just because they are gay, lesbian, bisexual, or transgender. With widespread bias at jobs, schools, and hospitals. And appalling violent attacks, including sexual assault. People have been imprisoned, tortured, even killed.This is a monumental tragedy for those affected and a stain on our collective conscience. 而在去年，奥巴马在一段讲话中也提出了反对校园暴力。And we've got to dispel this myth that bullying is just a normal rite of passage, that it's some inevitable part of growing up. It's not.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ensure that our schools are safe for all of our kids.I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picked on for being gay, but I do know what it's like to grow up feeling that sometimes you don't belong. It's tough. And for a lot of kids, the sense of being alone or apart, I know it can just wear on you. And when you're teased or bullied, it can seem like somehow you brought it on yourself for being different or for not fitting in with everybody else.暴力是指不符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力量，泛指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精神的强暴行为。在中国，长期以来，性少数群体的社会身份阴暗而模糊，这一群体所潜藏的社会问题也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我分析啊，可能是觉得，因为咱们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啊，所以对于男同性恋就更加不容忍，因为他好像是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往下走，是吧？然后女的呢，女同性恋是从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往上走，嗯，是不是？他们就是男同性恋显得更违反社会规范。如果就是问普通的一个，你知道北京市民，问他们觉得同性恋怎么样，在生活中是不是受到歧视？很多人不觉得同性恋受到歧视，但是很多人在生活中根本就不认识一个同性恋，所以都不知道谁是同性恋，怎么知道那些同性恋受歧视？那我挺喜欢郭小飞的一句话，就说，就是你看不到同性恋，你看不到同性恋的歧视，这个本身其实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从历史上角度来看，好像就是说异性恋人群针对同性恋的这种暴力，还是在中国还是比较少见的。为什么这些同性恋不被看到？所以其实就是被强制的隐去、被消失、被隐形，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暴力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暴力的机制的一个产物。我是张林轩，现在是一名服装设计师。当时用报纸做的一些作品，全部都是用报纸做的礼服。我现在你在哪个经销组做事情？我在海西同性社，它主要侧重文化这块的发展，同志平权文化还有自我认同等等这一块的发展。福建就是叫海峡西岸，它早期是福建师范大学同性社，然后在去年我们就是分化出了一个新的小组，叫海西同性社。小孩这么
然后这就是猪肉丸，这不是，这就是白景村的肉面，它的就是用猪肉，还是牛肉，然后这个白景村那个是这个。这样的，我在初中阶段其实就是完全是公开自己的身份在学校里。真正我孩子就在幼儿园，他后来跟我回忆，他幼儿园他就知道自己有一种那种朦朦胧胧的意识，知道自己那个性倾向。我第一个是找了我的班主任谈，他就跟着老师去出柜，他老师谈我怀疑我自己是同性恋，我有这个倾向。然后这个老师，我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个老师，他没有歧视他。我的班主任当时跟我说，他说你暂时先把这个发言编，这个并不是一个问题，你不要太去在意他。他还反而去安慰他，他说你现在还小，你现在的那个任务是把我书给我好好念好，你放下思想包袱，他说你就做真实的自我，你平时该干嘛还干嘛，你不要去想那么多。所以在这个老师的鼓励下，那个初中的三年我儿子成绩非常优秀，在初三的时候还被评上那个，还当选了那个学生会主席。我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大家可以叫我小娜。这样的就是小时候可能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或者说是说话的这一种语调有点像女生，但是呢家人朋友亲戚学校的学生老师都会觉得就是说我有点太女孩子。就像我小学的时候，其实在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方便的时候都会有男生，不是都会有，就是时常会有男生会对我一些言语上的一种侮辱吧，我觉得定义成侮辱，就是说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你到底怎么样，你是不是女生啊，这样的。为什么同性恋孩子这个都比较有上进，因为为什么他们从小自己知道自己的性倾向，他们就从小就压抑自己，就可能就一直在告诫自己我可能会被人家歧视，我一定要把自己装扮得更完美，优秀更优秀，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精力全部投到了学习的工作当中去，可能一半是这个原因。其实那个就是父母对子女有时候给孩子也是造成很多压力，而这一部分其实有一个明显的就是一个指标或者参数，就是青少年他们可能就是自杀的这种企图。对，在我们的调查中其实也有，也是相当高的一个数字，30%多有自杀企图，50%多甚至更高有过自杀的想法。我觉得肯定就是说自己做错了他们才会这样对我，但是当时我自己给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也许全世界就我一个人是这样，我就是一个怪物，当时就很自卑，所以我整个小学阶段基本上考试没有及格过。我记得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大法官 Kirby 他说他在青春期的时候他就觉得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这样，然后就吓得要死，不敢告诉家长老师朋友，只有一个人承受着这些东西。但其实中国其实还是有，我觉得有，它有中国所谓中国特色的暴力存在，只不过这个暴力其实被很多人默许，所以大家也不会觉得，他甚至有的暴力的受害者会觉得，就是他也不觉得那是暴力，他觉得这是应该的，因为社会上都是这样。我就是童宇做了一个项目，是家庭暴力的调查，是关于女同性恋和双性恋。我们这个项目后来是在中国的5个省8个市进行了这个问卷的调查，在北京呢也进行了深度的这个访谈，所以整个的调查历时2年的时间，包括亲密关系，包括异性恋的婚姻，包括来自原生家庭也就是父母的这样的一种暴力，所以我们主要考察3类。其实也有点让我们惊讶的是，我们3种暴力最后类比出来反而最大的一种暴力，就是最普遍的一种暴力，是来自父母对同性恋孩子的暴力。我的好朋友他的
男朋友就是这样的，突然间毫无预备的就回家出轨了，最后被家人强制性的送进精神病院，然后最后被开了一周的药物，一天的医药费是2000多块钱，一周开了10000多块钱。他们家还是特别农村的，可以算是举全家之力想把他这个所谓的病给看好，然后但是最后吃了一周的药物之后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最后我们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把他给救回来，最后就是神经受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拿这个药物去分析，结果这个是治疗抑郁症的药物。而很多孩子自己就是像我刚才介绍的，也觉得好像我那父母这么做也有他们的道理，因为他们是父母，那我作为孩子我就应该听他们的，或者我听他们的我就是好孩子，我不听他们反而我是一个不孝的孩子。所以就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中国的文化对于就是这个暴力的理解是挺不一样的。任何一个做父母的，他只要是爱自己的孩子，他首先关注的是孩子是否安全，而不是孩子的性倾向。你看，像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到了人家欺负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了，就牵着孩子冲到人家家去给孩子讨个说法，是吧？孩子是，如果早点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就早点，不要让孩子，可以给他减轻一点心理的负担嘛。再怎么样，如果保护不了他，也可以给他减轻一点负担，跟他一起分担了。哎，我林先向我出柜的时候，我没有骂他，也没有气，也没有哭，就是心里面有点纠结。我觉得我当时心里是觉得，因为当我真正正视自己是一个 gay 的那一天，我当时的自我认同是，我觉得我亏欠家里，所以我觉得我不希望给家里带来更大的心理负担。他，向我出柜之前给我做了6年的铺垫。今天给我一点这个这个材料，明天给我一个这个影碟片。我说这个给我这个干嘛？我说看这些不想看。然后因为每一个家长，没有一个家长会把自己的孩子跟同性恋划等号，没有去想到我的孩子是不是那个同性恋，想都没有去想过。当时先是每天都回家跟我的母亲说啊，我说妈，我在做艾滋病的干预这个义工。然后我妈就是很紧张说啊，怎么去接触这个啊，什么什么很危险啊什么，我就不管他，反正我就自顾自夸的说，每次回家我都在聊这些，然后直到聊到他们都麻木了，但是也听进去了。但是呢，当时我还没有毕业，在大四我去参加福建跟台湾的拉丁舞比赛，然后我母亲特地从南平赶到福州来看，然后当时我跟我男朋友已经同居在一起了，然后我就因为我早上要去会场帮其他选手去化妆，我就跟我男朋友说，哎，你去车站接一下我妈。我说你就以我那个好同学的身份去，然后我妈看我家里特别乱，就帮我去拖地板什么的。然后呢，这时候我男朋友在跟他的网友视频聊天，然后网友就看到这边的视频里，然后我妈在后面拖地板了，然后就敲了一排字过来说，哎，你后面的那个老女人是谁啊？然后我男朋友也不顾后面，可能也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人，然后就打了一个说我男人他妈，然后我妈这时候正好瞥了一眼看见了。他知道我虽然说已经认同了他，接受了他，但是他知道我心里面还有疙瘩没解开。去年在上海的那个全国同志亲友恳谈会的时候，我就帮我妈报了名，之前跟她商量好了要一起去。从几个家长到今天几十个家长到越来越多的同志去跟家人去出柜，去分享他们的生活，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社区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我要来感受一下，我很想来感受一下同志之间这种亲情。我那当时听得很新鲜啊，还有那个同性恋的家长全部聚在一起开会的，我有这样的情况，那我去，我说我跟你一起去一下看一下回来。我自己心里面那种很纠结，没办法去跟人家去说，只能放在心里面硬纠结。当他到了现场，看到了那么多的同志父母，他突然间就是找到一种归属感，到处去找别人，主动的跟他们去沟通。哎，你们的孩子怎么样的？他看到很多家庭都还没有办法认同自己的孩子，然后都是觉得他们就家庭状况很惨，然后他突然间觉得说，我们家庭好像还不错。那个同性恋亲友恳谈会回来以后，我才真正的去接受孩子。
但他知道我真正介绍他以后，他才跟我讲，他说妈妈，他你其实那么多年，他说，你跟叔叔两个人他在外面工作，他说你会不会知道我儿子那时候是住校嘛？他说那时候我在学校里面，其实我高中两年是没念的。他说你们不知，因为你们不在家，你们不知道。他说我两年没念，我说你为什么两年不念呢？我说你怎么这么不乖？他不是我不乖，学校把我开除了。哇，我那时候真的是根本就没有想到我儿子会被学校开除。我说你为什么？然后他就讲给我听。关于校园的这种霸凌事件，就是最近几年其实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一个生理的女生，但是她可能就是可能自己应该是自己是一个认同自己是男生，所以她外形各方面都是很像男生，而且她是跟别人都说她是男生。然后问题是出在她从就是考大学，她被一个大学四川的一个大学录取了，然后她去报到嘛，她分的宿舍是女生宿舍，因为她的户口本籍贯上写的性别就是那个户口本上的性别是女，所以他们的老师和同学就很迷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为什么一个男生住进了女生宿舍。因为后来跟他去核实，哎，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然后就是你到底是男生女生，他还是坚持说自己是男生。后来结果校方就给他下了一个很粗暴的简单的结论，认为他有精神病，认为他精神就不正常，因为他是女生但他非跟别人说是男生，然后这扰乱了学校的这个秩序，让同学们没办法跟他相处，没办法跟他分宿舍，结果就直接让他退学。对，男同性恋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他说那你们谁做那个谁做这个，我说两个都可以做啊。这不是谁做攻谁做受的意思吗？然后那个时候很天真，就觉得说好像全世界都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初中毕业进入了高中，也是进入高中第一周，我就到处去跟同学说，哎，我是一个同性恋。他很天真啊，他以为哎呀，初中的老师和同学都这么好了，高中的那个老师会境界会更高一点的，可能应该会接受我的。我的事情传到老师那里之后，老师就是当先是全班的面就已经说了，说班上某些同学搞一些性变态的，也就说这种流氓变态的一些东西，大家同学不要去模仿。然后有一天他就去他住校的，他从那个宿舍去那个班级上班的时候，教学楼路过一个篮球场。那一天大概是2003年的，我记得是10月13号，有七个学生就开始是指指点点骂骂咧咧的那种，说哎你看那个娘娘腔什么什么的，都是比他高年段的，他那时候刚刚进高一下半个学期嘛。后来就直接是先是几个篮球就砸过来了，特地的砸向我儿子，砸过来以后那个给他砸一下，当时那个血就鼻血就流下来了。然后我儿子就很气，他说你们干嘛这样打我，你们是故意的。我说我刚才看到你是故意扔过来，他说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变态，你这个同性恋，他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变态的同性恋。然后我儿子听他那样讲就很气，不是就跟他理论，原来他七个人嘛，儿子打不过他，就被他踩在地下，打得非常的严重，是满头满脸的都是血。然后那个边上的那个同学吧，边上同学看不下去吧，打的，你说你七个人想一下看，把他一个人踩在地下打，那个情景是非常残忍的。然后边上的同学就赶紧报了警嘛，打电话报警。其实我当时有想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是全身僵在那，我动不了，因为我害怕。2012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份关于由性倾向而导致校园暴力的调查报告，其中关于亚洲地区中国部分的调查报告描述非常有限，大致内容如下：有 2% 的中国学生参与霸凌，1.5% 的学生既参与霸凌又是霸凌的受害者，同时超过13%的学生是遭受霸凌的受害者。在中国，娘娘腔常常是包括老师和学生用于侮辱缺乏所谓男子气概的男生的说法。2012年4月，
爱白文化教育中心和广州同城合作开展一项在线调查，在全国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以及职业学校的学生中，收集有关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校园欺凌现象的信息。调查数据表明，校园霸凌对 63% 的被调查者心理和精神上造成了负面影响， 42% 的被调查者曾有过抑郁， 26% 的被调查者容易愤怒并有报复心理， 5% 的被调查者身体上留有不同程度的轻重伤。遭遇欺凌后，26% 的被调查者有过酗酒、自残、自杀以及因情绪压抑和陌生人发生性行为的情况。当时他告诉我他受了这些凌辱了以后，哇，我是又哭又气又打又骂。我基本上是很天真的想说啊，我得到了学校的保护，然后那群对我施暴的学生受处理了。但是我后来回到了学校以后才知道，学校在星期一升国旗的时候通报说要给我记了一个大过，要处分我。后来校长就把他们带回学校去，就叫那几个孩子，他你们回去上课，叫我儿子他你写一个那个退学报告给我，你退学。但是我当时就是不愿意退，我说我退学出去我现在能干嘛呀。你如果不退学可以，他你每一天你也不要去上课，你每一天到那个心理辅导室去接受那个心理辅导老师的那个心理辅导，就这样讲，就整整将近40天就不让他上课。每天去学校，从宿舍到学校基本上就是在心理辅导室里跟那个心理辅导老师去辩论，然后每天晚上就是去网吧里面通宵查资料，查关于性倾向的资料，所以那个时候算是学了很多。然后在这个同时，他们学校老师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还是什么样的目的，去每个班级去上课的时候就把我儿子当反面教材到每一个班级去说去讲，讲的弄了整个学校的那个老师和学生都知道我儿子是同性恋。当时在整个学校，包括我之前初中玩得很好的同学后来一起进入高中的，都没有任何一个敢说站出来支持我的，也不敢跟我走得太近，就是怕被人家怀疑你是不是，你跟他玩得那么好你是不是也是同性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我儿子就是想念他也没办法念下去了。然后我儿子就找他那个校长，他说那算了，我同意你们对我的处理，我退学。所以说我向学校申请退学的时候，我的年段长给我的答复是，这时候已经没有退学可谈了，这时候就是开除，就是要在你的答案里面留一个污点。然后他们就这样子，我儿子非常无奈的就这样被他们剥夺了受平等教育的权利，就这样子离开了学校。我非常庆幸的还好是我儿子他自己没有放弃他自己。然后他被学校开除了以后呢，他就白天就去打工，晚上就自己在家自学，我们一直都不知道。然后当时也就特别是从学校里走出校门的那一刻，然后我就感觉到算是一个暂时的短暂的一个结束，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更长的一个，就是我人生当中我觉得我应该要去争取的一个东西的一个开始。应届毕业那年他就去自己去报考，就等于同等学历，就是不是历史的历史，就是能力的力，同等学历的一起去报考，去参加高考，非常优异的成绩被那个福建省师范大学录取了，圆了他，就讲几经周折，我儿子真的是很争气，他终于圆了他自己的那个大学梦。就是下个月我要去厦大。哦，是你第一次吗？第一次是在那个广州。第一次广州。广州华工。
你看，你看，先爸爸拿一把刀。丢死人了！拿一把刀开啤酒。我来吧，你还没有结束。我们是重组家庭，他不是林轩的亲生父亲，所以我就担心，我在担心他会不会因为不是自己亲生孩子，他会不会不接受林轩？所以一天到晚就对他这么不好，好像都不爱理我的样子。其实我心里面很难受，回到心里面非常难受，又没办法去找人诉说，然后他血压也那么高，但是有一天我写的那个工作报告嘛，被他发现了。看了结果，我就看到他描述了儿子在初中阶段遭受的这种歧视。高中。高中阶段遭受这种歧视，还有遭到那么大的打击。他说：“有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他是不是帮我当外人？”他说：“儿子受了这么大的委屈。”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感动。我非常感动，然后我后来我就把事情全部告诉他，我说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说不管怎么样，因为儿子这么优秀，他不管是什么样的性倾向，主要他没有对不起我们，没有对社会有什么危害，他永远都是我的儿子，而且也是我的骄傲。所以说我不管怎么样也都要站出来。我的很多粉丝都被他拉去了。我一个业内粉丝就增长到了700多。很多孩子现在反而喜欢找他聊天，不喜欢找我。消除暴力的路程可能还很漫长，但是对于暴力我们要坚决说不。不论你身处何地，当你遭遇暴力时，请及时报警或是和我们联系，我们将会和你站在一起，反对暴力。要过一辈子出柜的生活，但是，我就是到处打听说，哎，哪个行业对同性恋会比较包容一点？所以，但是就是说，听说，服装设计师很多都是 gay 啊，很多公司都很包容，我说，哎，立马就是向学院申请转专业。因为我知道的，从一些老的学长那里听说的，就是说，公开出来的文件并包括通告并不是说他是同性恋而开除他，而是关于一些莫须有的一些罪名，就是说该生什么学分不良什么七八这样的一个东西。我当时就是突然间当年的那些情形又浮现出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去做点什么，所以当时就是找几个好朋友就是发起社团。 With time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your differences are a source of pride and a source of strength。 上帝关起来一扇窗的时候，肯定也要会为我们打开一扇窗。You'll look back on the struggles you faced with compassion and wisdom, most of all, to be true to ourselves. 我们同性恋不是病，没有错，更没有罪。如果你自己遭受了暴力，或者看到别人遭受暴力，一定要去行动。Any attack on you is an attack on the universal value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 have sworn.To defend and uphold. 什么是正确的性观念？就是不能够歧视这个性倾向不同的人。要讲同性恋，一定要从非常年轻的时候，就青春期的时候就要讲。We must tackle the violence, decriminalize consensual same-sex relationships.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依然是提升性少数社群的可见性。按照刑法，没有一个人的人身是可以被别人侵犯的，就这样被别人打什么的。You've got to make sure to reach out to people you trust. 报警，拿起华丽的武器，你应该去对这种待遇去反抗，而不是逆来顺受。